来到欧耶华语新闻的直播现场，我是林恩熙。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新山和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，虽然说马新两国分家已久，但因为地理和历史因素，两地关系依然密不可分，可以说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现在带你去掀开新兴关系的面纱吧。作为亚洲大陆最南端城市的新山，向来受邻居新加坡的影响，不少新山人每天越过新柔长堤前往新加坡谋生，也有不少莘莘学子起早摸黑到对岸上学。每逢周末，不少新加坡人会前来新山购物消费，两地的交往非常热络。有人说新兴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，两地相互影响，缺一不可。新加坡是新山最靠近的邻居，新山人对新加坡也有着微妙的情感，这是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人难以理解的。随着时代变迁，两地人民的交往更需要体谅和包容，新兴关系才能走得更远。欧耶记者林恩熙，新山采访报道。